蹦蹦蹦！哟呵，我是甜食幽灵，欢迎回来。我们继续玩我们的《Bahala Cyberpunk Bartender Action》。那对上一次一样啦，就这样呀呀呀！我们带我们的猫过来了，然后我要想办法赶快赚多一点钱，因为好像有点付不起房租了。嗯，调制饮料，改变人生。哎，是狗。No， 这里有猫，你出去。喵，怎样？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一条狗，居然又来了一条狗。我可不是一般的狗，我来这边打零工的。原来你就是那个临时狗。正是。Boss， 我要休息了。不行，太早了。啊，临时工来了。哈哈哈，他来的真巧。嗯，为什么是条狗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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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因为你瞧瞧他，他穿着夏威夷衫，还戴着太阳眼镜，而且他是柴犬，不是柯基犬。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抱怨的。他才不是柴犬嘞，在我看来根本没区别啊。确实，柴犬被视为日本的柯基犬。他们都有蠢萌的外观，同样被皇室饲养。他们都有蠢萌的外观，也同样是被皇室饲养过的狗。总之，从今天开始，这条狗就在这里帮忙了。我名叫……他们的声音一样也完了。我突然发现这件事情。哦不，你名叫什么并不重要。Boss， 请不要这样大声喊叫。抱歉，他叫 Red Shiba， 叫他 Red Shiba 就好。为什么要叫拽柴犬？你没看到他穿着夏威夷衫跟太阳眼镜吗？他就是这最拽的了。谢谢。总之，他会在这里负责接单、招揽顾客和清洁工作。他应该是了解工作流程的。我刚刚哪里怎么会这样子的？他会扮成客人来检查你们工作。您说了算。你想来点什么？我要一杯桂枝鸡汤不？你还好吗？还好，只是有些创伤后的记忆重现罢了，马上就好。啊，这条狗点了一杯桂枝鸡汤不，这个既视感可真烦人。请用。这味道真巧。人类真的会为这破玩意付钱，难以置信吧？我能理解。那么，像您这样的狗，怎么会来这里选择打零工呢？我来这里是为了给我的主机出击资金。你是 Safa 玩具员工的玩具公司的员工吗？行吗？别把我和那群牧羊犬之上的主义者搞混了。我的主机远比那个更加崇高善良，我隶属于 CIRA。CIRA 转科独立搜救协会 K9 Independent Rescue Association。 我们旨在提供一个能够让狗安心做狗的地方，从自己手中拯救自己。我热爱 CIRA， 但是见鬼，有些时候它可真烧钱。我们决定通过打零工来为组织筹集必要的资金。我们希望协助 CRA 维持最佳的状况。你们在 CRA 都做些什么呀？对受伤的狗狗进行治疗，为饥饿的狗狗提供食物，陪无聊的狗狗一起玩。我们要为每一条狗狗服务。那确实听起来不错。对了，你们有菜单吗？有啊，类似菜单的东西给你。让我瞧瞧。有什么建议吗？避开宣传那一类的那一栏的饮料。Fishy Temple 就是其中之一。Fluffy Dreams， 我喜欢这个名字的发音。神就好。点了一杯 Fluffy Dream。Fluffy Dream。好啊，这个味道可真不错。说起来，你为什么会选择到这个酒吧打工呢？因为这里似乎很有意思。我不需要很多奇怪的技能就可以成为这里的一份子，因此这是我最理想的选择。这里还有离家很近，我可以散步上班。
我实在是太喜欢散步了，所以我可以散步一整天。奇怪的技能？是啊，比如食品加工者许可证、工作职业或是拇指俱全。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到酒吧上班？嗯，大概是因为心血来潮吧。我想去一个能整天观望人来人往的地方工作，而调酒师的工作听起来会比在商店做销售员更迷人一些。哦，对呢，我爱你调酒的方式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啊？啊，那有一只猫，一只猫。嘿，富尔，你不是该待在 boss 的办公室里吗？你好，小猫，想玩吗？我们一起玩吧。猫不是应该，狗不是应该恨猫之类的吗？我们并不恨他们，除非他们闯进了我们的地盘。嗯，你刚才管他叫富尔，你好玩富尔，我们一起玩吧。禁止玩耍，你会把店里弄乱的。富尔，回 boss 办公室去。喵，那只猫还真听话。我以此为傲。你想再喝点别的吗？你想喝，但是我要先跟那个长得壮、长得像壮的家伙聊聊。诶，随你便。啊，我不该这么轻易被狗惹怒的，但是也许是我累了吧。诶，这个颜色该不会是 C 吧？嗯，你好，John。诶，那个声音，啊，是 C。嗯 ，C。你怎么了？我也很高兴能看见你。是这样的，我从一个很高的地方摔到了一个很糟糕的地方。你还好吗？需不需要叫救护车之类的？我刚从一辆救护车上下来，别担心。你是怎么逃过那些正在对白骑士处以私刑的暴徒的？过程并不顺利，幸好这些绷带帮我掩饰了身份。你为什么直接来这了？我。治疗我的那辆救护车不能离医院太远，救护人员都是好人。我在执行搜救任务的时候和他们聊过很多。我下车时就在附近，而你们是离我最近的朋友。在做其他事之前，我需要恢复冷静，所以我就来这了。如果你害怕暴徒可能会因我找上门来的话，我会离开的，好吗？酒吧的安保系统是最先进的，而且 boss 也能做好保安工作。我可以说你在这里反而是更安全的，所以我不是担心我自己，相反我是担心你。我先是听说你在那家银行，这周发现你消失了，然后你就缠满绷带出现在这儿。你还好吗？那家银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和 Stella 联系过了吗？她快担心死你了。慢慢来，药物让我感到一切都特别激烈，这种感觉就跟宿醉差不多。抱歉，但我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位调酒师为我担忧，多谢。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一直在无视我，因此我感到非常孤独。他们为什么无视你？你也见过那些暴徒会对他们找到的白骑士施予怎样的私刑？他们的无视其实是在保护我，让我不至于死在暴徒脚下。我感觉自己平日的善举终于得到回报了。你想喝点什么吗？不含酒精的甜饮。谢天谢地，钱包还在我这条裤子里。不必了，我现在我可不能收你的钱，这杯就由我。这，拜托，我要为我自己的饮料付钱。看来我是不能让你改变主意了。不，我是说，你是不能让我改变主意的。不含酒精的甜饮，对吧？马上就好。C 似乎正处于痛苦之中，我得给他调一杯甜味且不含酒精的饮料。我们来一个 Fluffy Dream 好了。嗯，请用。啊，这杯有点辣。那么到底是怎么了？你是从哪里摔下来的？在那次事件的结尾，我逃出了那个地方。并且不得不做一次信仰之药。我曾经从更高的地方跳下来过，但这次我没能把握好着陆的姿势。
我的伤口其实主要是由砸在身上的瓦砾、瓦砾造成的。哦，不过我的胳膊是因为那次跌落而摔断的。怎么会摔成这样？我试图通过翻滚来为掉落做缓冲，但我做错了动作，于是就摔断了胳膊。幸好我喝了不少牛奶。我在废墟里被埋了一段时间，但还是幸运的被人发现了。什么人？我是在医院醒过来的，救护人员告诉我有个男人把我带到了这里。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，但我欠他一条命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你突然这么兴高采烈的。我还活着，我怎么能不为此而高兴呢？在经历了银行里发生的一切后，我仍然活了下来。在对此时此地，能在此时此地与你交谈，还有交谈的能力。别想太多了，我没事，我完全没事。最近这附近的情况如何？我听说那件事发生的时候，这里有过不少的骚动，不小的骚动。周六那天，我不得不在酒吧里过夜，但我觉得还不算太糟。这样就好。你联系过 Stella 了吗？她昨天都快绝望了。我还想再来一杯Bleeding Jane。他点了一杯 Bleeding Jane， 但现在让他喝这个真的是好主意吗？ Bleeding Jane 是辣辣的呢。好吧，身为他的朋友，我觉得他不应该喝这么辣的东西，而且刚刚 Fluffy Dream 他都觉得辣辣的，所以我刚刚是不是给错了？不是，我给他 Fluffy Dream， 可是这个不甜。哎呀，我给错了。我们给他一杯大杯的好了。请用。热线。那就好。对了，银行里的情况如何？你说什么？银行里发生了什么？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当时和很多善良的人在一起。好吧，至少他们表现出了最低限度的善良。我们竭尽全力地寻找出路，或者保安系统，寻觅安全的藏身地点。但接下来，抱歉，我不该问这么多。这个问题显然越界了。不，没有，别担心。只是止痛剂让我发晕了而已。我得走了，感谢你做的一切。就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不会有事的。那位姑娘在银行里目睹了不少丑恶的行径，仅仅是目睹绝望的人们被困在建筑里，就足以为目击者留下精神创伤了。我是不是不该提起那件事的？你看，如果他真的是刚醒过来就来这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问得太过了。这个尺度不是我能衡量的。你只是出于担心罢了。我敢说，他也只是还处于震惊状态这样的。好吧。Gil， 要我去确保他一路平安吗？拜托了。没问题，我要去休息一下了。12:00 PM。哟呵，大家好，我是田修林，现在是晚上12:00，我家人都去睡了，所以我就不想要太大声。那你们现在看到这画面是我刚刚不是就是说我把 C 的饮料调错了吗？第一杯他说要甜的，而且无酒精，但我给他了一个。就不是他点的东西嘛，但我后来还是觉得，既然我发现这个错误，我就想要把它纠正，因为我想要多赚一点钱，我想要那个合格，就是没有调错、没有失误的那一笔奖金，所以我回来我想要偷偷改，然后我就发现啊，原本剧情不是 C 就说他就走，他喝完第二杯他就走了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我有。一杯调错，一杯调对，但就不符合嘛。但这边就看到我调两杯都是
甜的，而且不带酒精的。那我这边是都给他调那个 Blue Fairy。那刚刚 Say 说要走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回来又说他其实是有事的，所以我们就以这种悄悄话的方式继续我们的录影喽。啊、哦，我其实是有事的，所以我想问你可不可以稍微听我讲一下？哦，我正准备要去休息一下呢。哦，抱歉。不，我的意思是我愿意听你讲，只要你不介意在后面的小巷里待一会儿。那好，拜托了。好，现在这样子。哎，可以存档哎。好，那我们就，好，那我们就存档喽。好，那么如果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喜欢的话可以按赞订阅。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按赞，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，大家晚安。